大家好，欢迎翻嚟收睇《人王二》嘅 DLC 三，亦都系最后一个 DLC。咁啊，今次我哋就玩第二关嘅，就系呢个《美景之梦》啊。咁上一集咧，我哋就打完呢个大恶猿啦，击退咗佢嘅啫。其实，咁我哋就遇见咗呢个灵鹿。咁其实呢个灵鹿就系我哋阿妈嚟嘅。咁换句话说咧，其实大恶猿就系佢阿哥。咁其实咧，大恶猿就系果心居士嘅一个正身啦。咁我哋要去揾办法去杀咗呢个大恶猿嘅。咁我哋而家第二关咧，唔知系玩啲乜嘢啦。总之我哋上一集咧，只最终 boss 咧就打咗一只叫做纳乌姆子嘅妖怪。咁我哋今集又唔知道会打啲乜嘢啦。不祥嘅妖气咧正在快速增加，而家咧已经系刻不容缓。唔好理尚未痊愈嘅我啦，年轻人去对付大恶猿啦。只有斩杀阻碍人与妖和平嘅共存嘅鬼大恶猿咧，先至能够将日本从破坏与暴虐中拯救出来。好，我哋即刻开始啦。好啦，一入到嚟咧，有 CG 睇啦。咁呢个应该就系鬼牙城。咁我哋喺上一集咧就听闻过呢个地方，就阿灵鹿小姐同我哋讲嘅。哇！我哋点解随街会有个彩叶纸指印喺地下嘅喂？好啦，一个好简短嘅 CG 啊吓，伊势国鬼牙城，2016年10月啦吓。皮肉にもこのことはその写し絵じゃろうて憎み合う心が互いの隔絶を生んだのじゃな猫またよやけに干渉的阿猫又同阿山羊呢成日喺度互相倾偈 friend 个打 band 啊条友やつの心中はいかなるものであったとしても好啦，咁我哋正式开始啦，两条友都讲完嘢啦。咁啊，你见到呢个岛咧，好明显系孤立咗出嚟嘅，即系佢唔隶属日本嘅任何一个地方嚟嘅，应该就系真系人王凭空去架构出嚟嘅一个地图啦。咁啊，因为之前嘅地图好多时都系 base on 一啲日本已经有嘅真实嘅场景啊嘛。咁今次就真系，OK。咁啊，啲妖怪都系一如以往，唔系好难打啊，即系冇乜特别啊，吓呢啲。好，前面有只木灵，不过就喺嗰个位啊嘛，应该要兜路过嚟噶啦。依度系骨头路嚟嘅，我谂啊，应该一系就 shortcut， 一系就多余嘅啫。咁啊，继续前进啦。咁啊，依度个光影我就唔系咁中意，因为好偏紫色偏暗啊，睇得好辛苦嘅。诶，咪轻松啦呢啲位。好，咁啊，而家我只角色会比较嘈啊，因为我砌咗个标出嚟咧，就系当吸取精华嘅时候会加攻。咁然后咧，我每一 hit 咧都会吸取精华，因为有个我学咗一招特殊技能，所以咧而家就睇住，系电瓜就算啦。所以咧，我每一 hit 都会加攻嘅。系我突然间揾到有两个装备可以咁样做，一边即系每一招攻击都会吸取精气。OK， 好，睇一睇啦。哇，好大力啊！好鬼嘈，因为佢每吸精气嗰下咧，就有一次加攻嗰个声效。咁啊，俾大家睇一睇先。咁咧，我就喺守护灵嗰度咧换咗呢个纳乌姆子嘅魂骸，即系上一集只 boss 啦。咁啊，佢就系话承受伤害可增加妖力，跟住获得精华，同埋呢个吸收精华赋予攻击增强啊。咁所以咧，我每吸收一次精华咧，都会有攻击力增强嗰个 buff 嘅。咁我觉得呢个系几好用嘅一样嘢。咁你持續打怪啦，譬如咁樣嚼一下咧，你吸到一個精華，佢已經就加攻噶啦。哇！你打完你阿哥，嗱我話咗呢啲龜係難打。OK， 所以係幾好啊。雖然佢嗰個加攻唔係話加好多，即係可能加 10% 左右，咁但係不無小補啦，咁樣都幾唔錯嘅。OK， 咁我哋继续睇下啦，下面系咪有木灵？系啦，好明显有一只。
咁啊，不過咧，我冇跳落去救咧，唉，跳埋落去救啦，反正都係啦。OK， 睇先，依但係依度兜出嚟係咩地方嚟噶？哦，依度係一開始嘅地方嚟嘅，即係原來我一開始行漏咗右邊嗰條路。好，咁啊，依度冇乜特別啦，我哋就繼續上啦。雖然，哎，原來有個雲鞋，幾多執喎？好，咁今集咧，我玩棍多少少啦，即係我見都即係枕住都係用剃刀連物，比較少玩棍。其實玩棍就更加舒服嘅，因為你可以拉距離慢慢打對方，同埋你中段咧有一招好勁嘅扣精力嘅傷害，爆你啦！依一招扣精力嘅傷害啊！依一招轉轉棍，輕攻擊，再配啲重攻擊 ，hold 住個 R2， 令到嗰個機關棍咧有一個彈跳。咁如果你冇敲坑，你冇 hold 住個 R2 咧，你咁樣就咁重攻咧，佢就會拗一下嘅啫。如果你 hold 住個 R2 咧，佢就會嗰個棍會有自轉，增加嗰個連擊數。咁啊，之前都講過啦，機關棍就係越高連擊數就越勁啊嘛。咁但係用個精力消耗都幾高啊，咁所以就自己衡量下，計一計你個精力夠唔夠用咯。哇，有隻新嘅怪喎！哇，新嘅妖怪啊！劲鬼嘅嘢，好，哇，佢消失咗哦，系啊，翻咗喺后面，嗯，系啊，行得太远啦，哇，金刚铁壁爆你啦，几高防啊呢只嘢，不过金鬼啊新妖怪啦，之前就冇嘅，启动啲咩啊呢度，哦，开门喎。睇先，咦？好似前面就已經有隻 boss 打啦喎，係咪啊？因為見到佢嗰個碌嗰碌嘢插咗出嚟，不過我哋唔好行住，我哋行埋啲小路先。嗱，右邊路依個魚毛以外，應該係救埋頭先路或救唔到嗰隻木靈咧。嗰啲咁嘅爛鬼屍鬼啦。哦，依度又唔知有咩特別喎，咁多對小門嘅。依度系另一边开启，依度又开到嘅，好似好多怪，系估到你啦，哦，无限连，哎，无限连段，哦，再嚟啦，博大妖怪劲，依个就系，哇哇，睇住先，成日都打唔中噶，依个我喺支线试完呢招妖怪技咧，觉得，喂，揿错掣。哎呀，激鬼死我啦！我仲未熟習 PS5 嗰個操作咧，因為咧，PS4 個選單咧係撳交叉嚟到取消嘅，但係 PS5 個手掣咧係要撳圓形嚟到取消，跟住變相我頭先撳錯咗，就俾個選單 hold 死咗。哇，好唔抵啊！呢度，我哋嚟多次呢個新嘅妖怪技，好炸啊！呢個其實呢一招，你見嗰個命中精準度好低嘅，黐鬼線。怪咁鬼高攻嘅，好，扣爆你精力 ，OK， 再见。唉，有时真系唔可以一路讲解一路打，好大镬。好，咦，睇嚟呢度系冇乜特别嘅啫。哎，有门啦，有门啦。其实应该要做啲咩动作？我根本唔知道咧，打呢啲门系要做啲咩动作，同佢俾个 nice 嘅，系啦。我到而家都系觉得好随机啊！依一啲咁嘅门咧，大家有冇啲咩投诉？有啲咩投诉记得同我讲翻先。哎，纯粹入嚟开个宝箱嘅喎，咁啊有个绿色装嘅机关棍啦，咁呢啲我系迟啲先再去改造下自己啲装备啦。好，呢度都冇乜特别嘢拎嘅喎。呢个开唔到门噶嘛，系咧。咁啊，繼續深入睇一睇先，系啦，依個位就係頭先救木靈嗰個位。咁啊，應該依條路就行曬噶啦。唔知嗰個
shortcut 係有啲咩用啊？依度揸一個 shortcut 未開嘅。我想应该是打完前面的 boss 有些路要兜之类的樣、哦、不过这里不要理、这里就是正路啦，我们争右边有一条路未走的，好像有个位置上山，如果没有看错是啦，这个位置上山我们未走啦，后面这里好像有个位置都是上山的，是不是先，这里没有，这里没有，所以应该是得这里上山的，上完这里应该就完晒那个探索了，这些烂鬼怪，我最衰冇雷扰之气，有雷扰之气咧，呢啲可以即刻玩个属性双刻掉爆佢。OK， 我、哦、攞球，一啲几劲嘅，几劲嘅中等怪物啊！哦，哇哇哇！哦，求佢精力先啦。冇问题啊！佢哋啲攻击力都渣渣咗啲啊！依啲攞球，头先平时咧啲怪咧就要正常嚼一下扣成千嘅。OK， 好，都冇乜特别啊！依啲地方，唔知行前定行后，行埋后面睇下先。哦，依度跌翻落嚟嘅啫。依度应该冇乜特别喎，哦，依度右边系落嘅，唔系左边系落，唔系左定右是但啦。哦，诶，咁样跌一跌落嚟，跟住啲路痴症就发作，系喎，咁样跌一跌落嚟，路痴症发，唔识点行添，突然间。好，我哋落翻去先，应该唔系依度，系应该系依度，系咪咧？有龙骨，唔系喎，依度行翻去大门嘅啫喎，咁应该系龙骨搏龙骨系咪？依啲位置上唔上到啊？上唔到，上唔到即系原路落啦。咁应该依度系冇，我应该冇 miss 到啲咩特别嘢啊嘛，系嘛？依一只怪唔好理佢住先，依度行过噶啦，因为死一只怪 respawn 啫。咁我哋即系行翻依条路，应该系啦，得一条路啫。木灵位喺度。OK， 第三隻原路地图冇木灵啊，所以应该都冇 miss 到啲咩。咦，第二个神社噶啦喎，已经。OK， 好快地。好，而家完全升唔到一呢啊，打咁耐。睇先，下面有只攞球，右边呢、這个唔使睇都知系 shortcut 过唔到之类嘅嘢噶啦。先行左定行右？行左边先啦。好、哦，依度应该系 OK， 冇理史莱姆啦，依度直接落啦。往下，头先睇到有个位置有木灵喎，上去嗰阵时候，啊，依、這个位置有个木灵 show 一 show 出嚟啊，但系就落到去，喂，咪搞啦，落到去就冇咗。OK， 有機會佢係多重構造嚟嘅。喂，小喇叭，哇，好多人放箭，黐鬼線，咩料啊？哎呀，激死我啦！咩咁鬼多怪㗎？哎呀，咁啊一打一啊，公平少少得唔得啊？哥，好乸煩喎，嘈鬼啲鬼。依就系进阶圆鬼嚟，走去发癫先啦。OK， 停啦。哎呀，跳嚟跳去，草草地啊！唉，好地地。诶，食咁多嘢啦。OK， 诶，呢度冇路行噶、哦，咁我落嚟做咩啊？唉，激鬼死！可能系迟啲 shortcut 翻过嚟，定系纯粹开个宝箱咧？咁啊，左边就行咗啦，咁我哋行右边啦。好，拣亲都系骨头路嘅。呢度啦，攞球可以啊。
哎呀，今集狀態不足喎，佢太多陰濕位啦，依一關咁樣死幾下。哎，做乜停啊？好，喂，你企定定俾我打得唔得？我覺得棍機關棍真係最勁係依一招，即係打到人冇精氣，跟住玩上段嘅依一招無限揮棍啦。除此之外都冇咩勁招啦。依度應該上面有隻木力，有個常暗範圍。打埋依只先。咩料啊？咩料啊？哥仔，屌！啲乜鬼嘢嚟啊？呢度，有隻妖靈喎，妖靈換嘢，唉，有咩好換啊？其實我都冇嘢好換咧。睇先，唉，送啲鬼燈果實俾你啊，我冇乜用。好少用鬼灯果实，鬼灯果实可以加妖气，但系 so far 我好少话用 item， 因为我其实唔系好中意人王嗰个 item 系玩上下左右，即系我中意 Dark Souls 嗰只可以俾我装好多 item 随时换咁样嘅，依个就会揾 item 快捷啲，但系就你只能够限制两页，系啦，咁你即系总共可以摆八个嘢落快捷点，但系其实只 game 有好多嘅 item 咧，所以咧。八個位置我覺得不夠用，哇大，哇依啲超煩，依啲超難打。當我講過，咁鬼渣嘅？誒，想兜上去攞埋嗰個木靈喺邊個位咧？唔喺上面喎。即系依度纯粹过渡嘅啫，哎呀，佢有好多地方嗰啲木灵唔知点样救，个地图好鬼复杂。诶，依度系冇噶啦，纯粹上哦，可以咁兜翻过嚟 ，OK。佢有啲路咧，有阵时唔知系咪咁行，即系你唔知嗰度系掘头路定系乜鬼嘢，佢依个场景比较乱。以前嗰啲地图就好容易分话边度系。不可以踢落去噶，有咩用啊？哦，开 shortcut， 咦，个 shortcut 都几新颖喎。嗱，先依度系兜翻落嚟咩地方噶？哦，依个位系兜翻过嚟，哦，左边嗰条路 ，OK， 好啊，几好啊。啊，但我唔会再死噶啦，太大意啊。先依度有怪，即系我未打。依度系我过嚟嗰度，哇，两个位啊，打住呢只先啦。爆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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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啱啱好，好鬼爽，无脑乱挥棍啊！喂喂，又玩爆旋无脑，行开啦！好 ，OK。好乸煩啊！呢啲怪 ，OK， 又有隻月位，錯爛你一個，錯唔爛，錯爛咗，好，咪先，有隻怪喺後面喎，怪插，係常暗範圍嚟嘅呢度，原來真係唔知，有所不知啊 ，OK。我掉低曬，咁啊掉埋呢只啦。吸啊吸啊，佢放唔知乜鬼嘢爛鬼招啊！好，哎呀 ，OK 啦。OK OK。好 ，so far so good 啊。跟住，唉，上嚟都係開啲爛鬼補傷，唔啱用。喂，开啦！天龙咆哮神器碎片，依啲全部都冇乜用啦。啊，哦，照计我就唔会，即系我拍完呢个攻略之后，应该就唔会话特别再去接触人噶啦。
因為本身我對依個拆裝 game 嗰啲就興趣不大，即係我會純粹係玩完個主線咧，我就會擺低嘅 game。咁有好多人咧就會話咩成日期待我玩咩高周目啊嗰啲咧，其實我玩 game 好少會玩高周目，因為我唔係好中意一隻 game 重複玩一個周目咧，嗰、那個平衡度咧通常都會有錯，同埋佢真係會變咗做拆裝咯。我自己真係唔中意拆裝，所以就唔好搞我啦。依度上去睇下先，上去有琵琶佬喎、哦，系咪有琵琶佬啊？嗯，个琵琶佬喺边啊？啲声好近噶喎、哦。哦，搵唔到啊！哎，搵到啦，搵到，搵到。琵琶佬想召怪啊？搵过未啊？系咪依度有只木灵系啦 ？Good， 依只应该系第四只，杀埋依只妖先啦。诶、欸，多多良啊，好耐冇见啊！我系你 fans 啊，喂，我系你 fans 啊。唉，依阿成都打唔中人嘅，最中意用你噶，认唔认得我啊？哇，喂，个画面太花，睇唔到。喂，你过嚟先，你过嚟先。咦、有冇俾个云鞋嚟？好耐冇打到你嘅云鞋，搞错啊！难得我玩咗呢只 game 咧，我发现独脚多多良咧系好难出嘅一只妖怪嚟嘅。成个 gameplay 好似拎得嗰几只嘅啫。呢度有只妖灵收埋咗啦。头先我有冇云鞋啊？头先系玉楼怪云鞋。擺低俾佢啦，可唔可以換個木靈雲鞋啊？整個木靈雲鞋嚟啊！玩咗咁耐個 gameplay 都未有喎、啊，唉，換翻玉樓怪雲鞋，妖，俾翻個吉我。依度係咪直接可以跳落去打只怪？係喎、哦，依度嚼低佢先啦。哦，上面純粹救一隻木靈 ，OK 啊。哦，攞把槍肥佢先。唉、哎，幾準啊！劲啊！好，哎，又系爷爷喎，怀念爷爷喎。好，哎，吞吞吞吞吞，哇，赚啲俾佢杀。哇，靓啊！好，喂，哇哇哇哇，喂，屌，后面有只怪，又系啦。啲乜小妖怪最麻烦，掉石仔系咁 cut 你招。仲唔死啊，小喇叭 ！OK， 后依度有只妖怪啊，但系我唔想理佢，见到都燥啊，真系。唔补血啊，补啦，补啦，补啦。好，应该上面有一只木灵。依度，诶、欸，又系多多灵，唉，感动啊！今次终于见到多多，多咗阿多生。哇！系、哎，好，唔好褪，唔好褪，唔好褪，俾我屈下机先。呢啲依支一招系要屈长角先劲，唔屈长角咧，只怪会系咁褪喉，跟住你攞嗰碌棍咧就打佢唔中。呢度都系冇。咦？依一嚿石咁熟口面，我系咪嚟过噶？咁成日認住自己啲路係嚟，唔係喎，但係有寶箱開嘅喎，即係未嚟過啦。唉，我最唔中意呢啲場景啊！你行嚟行去，哎，木靈喺上面，但係佢要兜一條大橋過嚟喎。大橋係喺依個位上喎，依度上 OK。好啊，非常好啊，翻去啦。好，跟住又系啲渣嘅低级妖怪，啲低级妖怪试下，我哋好耐冇试下背刺嘅，试下背刺佢先。大妖怪都可以背刺噶嘛？冇记错，系啦。喂，诶、欸、，OK 喎，
隨住個連段上升，個攻擊力上升，可以直接嚼低佢啊！喂，嗨！喂，誒，錯唔到個錯位嘅鬼仔。留下我話嗰日多重構造，我而家一路攻緊頂，你見到有兩個字喺個地圖度，但係就係分高低位嘅。啊，真係呢碌棍咧好鬼正，喺個咁安全嘅距離打怪。雖然嗰啲連段咧完全冇剃刀鏈咁華麗，靈活性亦都唔高。但佢嘅攻擊力都真係幾靚，同埋嗰個傷害都真係唔錯。好，雷諾，常暗之主唔喺度，清曬周遭啲怪先。有兩隻喺度喎。嗯？哦，原來依度仲有隻㗎。Hi。OK。喂，懷念爺爺啊，過嚟，懷念爺爺。哎呀，小搣水添！哇哇哇哇哇！喂，爷爷你，哇哇爷爷，哇哇哇爷爷你，你乖乖地企定定俾我打。阿爷爷都怕雷，我啲属性伤好高而家。只泣爷爷云鞋，夫似龙云鞋，唉，呢啲全部都唔好用。云鞋即系一招快一招慢，我咧多多量就打单体嘅。而那個納烏姆子的雲鞋呢，就是拿打一堆怪的，所以呢你說這些雲鞋就不好用。我想給大家看看納烏姆子的雲鞋最後那個 hit 呢經常都 miss 的，看不看到他是永遠都打不中人的，他那個 hit 他很厲害，這些小士兵真的不能夠看笑他，佢吉你一下半死啊！即系看似好废啊，实质上呢啲系劲嘢嚟啊！哇，个常暗范围，常暗之主喺边啊？点解搵嚟搵去搵唔到啊？呢度，哎，搵到你啊！玉楼怪 ，OK， 清咗呢啲先。仲有冇啊？好惊佢咧，一打一咧，成日都阴湿噶嘛！呢只嘢咧，其实佢系咪个口先系个？咦喂，做咩？咦喂，你又发癫喎！睇下停先。哦，喂，你停一停先。哇，你追到上嚟啊，大佬啦！好 ，OK， 再嚟坐多嘢 ，OK。奴玉約時啊，去邊噶？係咪一開始有對門？唔係喎，嗰個係反鎖門，所以依個奴玉約時應該唔係好關事，應該係正路嚟嘅依一條。睇下先，咦唔係喎？哦，應該個奴玉約時係開唔同地方都得嘅萬用鎖嚟嘅，應該成個地方嘅地方係啊，成個地方都係要用奴玉約時。有隻。唔知咩雕啊？呢只系唔记得咗，我来帮你吓落系啊！我落啊嘛，我其中一个云鞋就系用落嘅，其他伙伴亦都被捉啊！咁阴功啊！即系想我帮你，想帮咪出声咯。但系我想我呢度有只木灵，睇下先上面。上面好像沒有三樓的，如果我沒有看錯，這個位置有隻木靈，哎是喔，為什麼我會剛才看不到的？ OK， 剛才這個位置打什麼？不太記得，這裡也有條路的嘛，這裡好像未來的嘛，我來了沒有？有隻東西在這裡的，照計我未來，是啦。只落其實好似唔係好幫到我，不過算啦。
一場，大家一場，一場朋友，我唔嫌你咁多啦。其實我唔知道人王嗰啲 NPC 咧，如果一齊同行嘅話，會唔會增加個遊戲難度？咁因為，結束與駱駝，喂你，嚇？你連只依只咩嚟噶？你連只士兵都唔夠打？哇，算啦，見你一場朋友，我都費事串你。哇，會唔會廢咗啲啊？喂，真係有啲廢喎，搞唔掂喎，依係乜水啊？又係爆頭啦。打中佢得唔得啊 ？OK， 两嘢即刻死，真系俾佢吹胀。呢个位去边噶？点解好似呢度？咩地方嚟噶？嗨！喂！哇！哇！食一食先。哇！哇！唔得，呢只嘢有啲癫。哦。哦。哇！呢个劲嘢喎，真系劲。靓妖怪。哇哇哇！唔得唔得。你補妖氣啦，翻去後面黐鬼線咧！哇！好啦，哇！頭先只嘢真心有啲勁喎，我應該要用連爆爆殺，唉，殺佢殺翻後面啦！哇！點解追到天腳底啊，哥你？哇哇哇哇哇！喂，你俾我嚼低嗰只先啦，唔好阻住我啦，好唔好？借命啦，唔該，借命啦，好。要認真打，我應該要用呢個咒術連爆嚟同佢打。首先應該要爆佢隻角先嘅，但係佢擰轉咗面，我就爆唔到。喂 ，all miss 咗啊！好，中啦，嚟啊！咒術連爆 ，OK， 擋一擋。好，好 ，OK， 咒術連爆，再嚟啦！好，再嚟啦！屈臭嘅。Okay, 爆多下，再见。头先就系唔够咒术用，因为中间我完全冇去过神社度补啊，封鬼啊，呢啲好鬼劲哦，真系有料啊。先，哇，点解呢度冇 shortcut？ 我系咪漏咗一个 shortcut 咧？又系阿子泣喎，爆！好啊，冇问题啊。呢度系咪正路咧？呢度唔似正路喎。睇先，唉，咁鬼多怪噶，借命啦！呢度系咩地方啊？佢呢度有个头喺度啊！我本身以为远方望过嚟，以为有只怪喺度。似系前面呢条路咧，我谂就系打 boss 噶啦，但系冇理由咁远水路啊！我头先咧救咗嗰只落嗰个位个地底咧，我系未去嘅。照计啊，我估啊，嗰一个位咧应该系通翻去我第一个神社位嗰对反锁咗对嘅嗰个门嘅，所以我应该而家要过去开翻嗰个 shortcut 先。In case 咧死咗咧，我应该可以去第一萤火。呢度頭先係行漏咗少少路，我諗啊，依個位依一度前面未行啊，我係咪啊？係啦，依一個係 shortcut 嚟嘅，頭先應該行埋依段路先。好，跟住應該仲有對反鎖咗嘅門係咪咧？唔係喎，哦，依一個位啊，第二營火嚟嘅 ，OK。即係依度咁樣沿住對門行上去，我諗就打 boss， 哇，十幾萬。可以升兩叻血，升爆個咒力佢。玻璃大炮唔係浪得虛名，攻爆個輸出。但係佢嗰個位咧，應該唔似今個地圖嘅最終 boss。
因為應該都仲有啲木靈啊、成啊要救，所以依一個位置我諗應該係副 boss 嚟嘅啫。先啊，只風鬼死咗唔會復活嘅，非常好啊！哇，佢如果真係會復活，我真係抌春啊，唔知點搞。睇睇佢裝咩葫蘆？唔係喎，屌又多個神社嘅，喂，即係仲未打 boss 啊！屌，咁我頭先做咩要開 shortcut 啊？哎呀，激死我！好啦，證明全部都真係初體驗，依一個位係上鎖喎，零零舍舍有嚿好似 lift 咁嘅嘢，地圖真係相當之大啊嚇！依係咩嚟啊？現在似乎冇拍啟動，上面又有條 shortcut 梯，依一度似乎係可以跌落去，不過唔落去住，原路上去望一望先啦。依度冇乜特別喎。喂，好鬼多怪，咩嘢啦？喂，咦，啲角度好难睇啊！拉佢嚟打，好，拉佢嚟打，拉佢嚟打，哎呀，拉佢嚟打，好，喂，夹住啦，哎，咁样，我以为可以俾我一夜剥冧添。前女巫配，啲so far都冇乜特別。佢不斷都同我講嗰、那個、打 boss 嘅位置就喺前面，但係去行嚟行去都未行到我想去嗰個位置。大妖怪，誒借低先。乜咁近都可以搏佢唔中咧嗰下？誒撳錯掟，想出護身養身符。依度有一在上，哦，上面就系打 boss 啊，应该系咪咧？点解我成日迎住打 boss， 但系行嚟行去都未有地方到位啊？但系行嚟行去都未有位俾我行打 boss 噶喎，衰鬼！咪突然间出怪，哇！好搞得嘛？啲路好鬼复杂啊，真系行死人咩，大佬？我而家行紧去边啊？点解？咦？点解会兜咗个圈过翻嚟呢度咁样嘅？哇！完全唔识路啊，衰鬼！哦，佢嗰个外围嚟嘅，我哋行呢度上去咩啊？做咩啊？又嚟啊？唔打啦，仲打啊？佢会唔会爬楼梯啊？喂，你好鬼醒啊！死翻落去得唔得？冇阻住啦，赶要投胎啊！阿爷爷，搏爆爷爷！哎，我睇住睇佢捉我，可能太进取啊，成日都有啲少少贪刀啊！都系輝靈石 ，OK。哇哇哇！咩料啊？火爆嚟！啊！下面呢條又咩路嚟噶？咁鬼多路嘅？上面唔似正路啊！睇下先，最中意行啲唔系正路嘅地方啊！呢个位有木靈喎。但系又救唔到木靈喎，又系你啊！妖法妖唔到，妖唔到，妖唔到！哇，佢 delay 到咧，我都计紧数，计唔到条数。哇，上段嗰个棍嘅弹出咧，真系超劲，唔好讲笑。诶，呢个咩地方啊？你系乜水啊？喺度神。折磨大大惡院嘅唔知乜乜乜喎，喂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喂有咩事慢慢講啊，有咩事慢慢講，喂去咗邊啊 ？Oh my god！ 喂，咦佢隱咗身喎 ，baby！ 喂，越追越出嘅喂 ，baby 你，
超越勁嘢嚟嘅喎。喂，佢嗲？喂，佢嘥我啲，有冇搞鬼錯啊？佢上翻去補血啊？哇，佢補曬啲妖氣喎，喂，玩嘢啊！你唔好逼我癲喎，出嚟啊！出唔到手，哇！好難啊，好難打。呢只勁勁嘢，勁嘢，勁嘢，真係勁。OK， 我扣曬精氣。哇哇哇哇！武器啊，武器啊！喂，喂，呢只嘢真心癲喎，幾勁啊！真係要認真少少打。哎呀，哇！誒咁都爆到，哇哇哇！总之跟住佢啲水嚟行啊 ，OK 啊，水为财啊，哎，小立啊，俾佢累积咗个伤害，哎，佢隐身隐得超快条友，好醒啊 ，OK， 学你大镬啊，喂，俾我掉几下先啦，学啊，哇！成日突然間佢仲要隱身嗰陣係無敵嘅喎，碌碌碌，喂，咁樣嘅咩？哇，好型喎，好多招喎，好多表現下。嗱，一嘢即刻，好，中啊！識得放上暗呢啲，最呢個 DLC 啲中波士好鬼勁。走先，搞掂搞掂。哇哇哇！佢仲要喺個咁窄嘅地方打，其實佢個地方唔係咁窄咧，我冇咁大壓力。佢個地方真係好窄。OK， 組合約時波形，佢應該。我想他那個組合的時候應該要打幾隻這些這樣的中波士動得沒有都是似乎無法啟動咯這一個呢嚇搭升降機下去這麼開心它中間有很多不同層數、啊、這一個去哪個位置、哦、這一個是回來第一不是、對上那個螢火的 OK 那我即應該要打完我想應該要起碼都應該有三隻中波士啊，係咪咧？呢啲到底係咩用啊？而家真係無法啟動。哇！個地圖大到不得了喎，係咪其實依個 DLC 得兩關嘅咧？依、這個位置可以出去啦。係阿爺爺。咦？誒、欸，依一度出嚟好似冇乜意思啊？唔係喎。喂，行開啦，爺爺你。我唔想傷害你啊！借命啦！我找木靈啊，來這裡，不是找你啊，哎呀，是不是這裡啊？是這裡啊？不是啊，木靈到底死在哪裡啊？哎，借尾啦，好煩啊你們。剛才冰地啦，跟著這裡就是，不是啊，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這裡，哎，還有一條路是不是呢？這裡沒打過。喂，好 ，OK， 火同雲鞋啊，依度系咩地方啊？暫身場所 ，OK， 終於救到呢只木靈，但下面依度，誒有補傷之後未嚟過，有條友喺度浸緊肉，就得呢只先，做咩啊？以為我會落嚟打你啊？諗多咗啦，傻仔！而家落嚟打你啊！開咗補傷先打，有隻温泉怪啊！你估呢只係咪又有嗰個組合約時咧？唔似喎，佢個樣又……哎呀！哇哇哇！突然～哦，佢浸緊火山肉喎、
好，黄泉君啊，依、這个真系温泉嚟嘅，因为我都有一浸噶、哦，我攞个熔岩嚟都当温泉 ，OK。火山口整热啲水啊，诶、欸，善策，嚟，屈下啲无限妖术先。上音翻咪，诶、欸，够多只，哇，好鬼多木灵鸠啊！先下面系琵琶佬嚟噶，系咪真系要跌落去呢？上音范围喺依个位入面，但我依度过唔到去噶，系咪真系一定要我跌落去呢？死啊死啊！飞落大笪地，未嚟过嘅，喂，哇乜水啊？喂，阿哥唔识你噶，黐孖筋点解一落嚟就？哇！點解有隻咁嘅嘢嘅？哦，喂，佢九啊九熄咗，唔怪得啦。係咁擋我一招喎、啊，死仔。喂，哇，哇，嚟啦 ！All miss 大發，你嚟咗下。放音人術啦，只只低曬兩隻。哇！屌你佢咁窄嘅位，你諗下，佢出四五隻怪喎、啊，即係佢有時嗰啲地圖設計真係太誇張。哇！又有善策嘅，佢話而家最大就可以同三隻善策一齊咧玩依個無限妖術流，但係唔係我一隻善策，跟住另一隻善策會走嘅喎。Anyway 啊，頭先嗰個應該係個琵琶佬照啫。哦，安全起見，借低第一怪先。哦，哎呀，哦，依只 OK， 好嚟 ，All miss skip， 中啊中啊，竟然中啊！先上面，唉，唔知咩地方打咩地方，已经好乱啦！佢个地图已经大到我都唔知点样行，可以往下、啊。依、這个系咩地方啊？有冇咁大啊？打唔到，诶 ，all miss skip， 中啊！哇，依招你睇下，佢你攻击紧嘅时候，你系会受伤，即系佢会照打你。真係好鬼白痴嘅嘢招，好係唉，我俾後面嗰隻蟹整窒咗，不過好彩依隻落毒嘅啫，哦唔係蟹嚟嘅，你吔屎啦 ，OK， 依個有咩地方啊？哇！道道都唔知边鬼道嚟，点解咁有冇咁大啊？诶，我唔想楼梯住，我想睇晒啲平路到底系通往啲咩地方。现在似乎冇，依度系咩地方啊？哇！哇！我去咗边啊？喂！我黐线嘅喎，啲路点认路啊，大佬？吓？去咗边啊？唔系喎，依度系我打完嗰只风鬼嗰个位嚟嘅喎，点样会咁样兜兜下兜翻过嚟嘅？系喎，依度有条路上。系，依度有架 lift 嘅，应该照计系 shortcut 嚟嘅，因为依度直上应该会有第二只怪打啦。如果系咁，即系行翻依度 ，OK， 好。哇，冇得，又嚟爆断头啊！嗱，我都话打依啲咁嘅河蟹怪咧，唔系河蟹，河童怪咧，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佢好鬼劲啊！
佢成日一出爆旋陀螺我就惊啊！啊嚟嚟嚟，又嚟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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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俾我收一击啦！唉，好攞命啊！啲河蟹怪死啊！今集打得好鬼差，好多好大压力啊！佢一个人明显地。地图构造又复杂啦，啲怪又密啦，即系无啦啦打一只怪都可以死咯。屌！哦，哦，只怪嘅，哦。喂呀 ！OK， 唉，攞命啊，真系。点啊！依一度系头先好似咪嚟过咯，依度吓，依度系头先打常暗嗰只妖魔嘛？我打啦，咪先。头先我系依度落去嘅。依度落去就落翻，唉，唔好行嗰度啦，好混乱。佢同一个上落楼梯系有几个地方俾你睇嘅。依一个系咪可以？佢碌去边噶？咦，其实我唔知佢开咗啲咩 shortcut 噶，纯粹见到有我打嘅。妖 ，OK。都打得到啊！啲妖怪点啊？我突然间开始惊啲妖怪。啊！你睇下喺度拉佢嚟同佢哋打，好折堕啊！打只咁嘅细嘢，佢因为啲地形问题，即系啲怪系唔难打，但系当你一遇到嗰啲地形咧，你觉得好大压力啊！佢全部地方都好窄，你碌下咧，成日又惊碌落街啦。头先我喺度射咗嚿嘢落去，开咗个 shortcut 嘅。开嗰个 shortcut 嚟，开咗喺边啊？依一个位系边度嚟噶？依一个位系哦 ，OK， 唉，认路认死人啊，真系佢度度啲地方又仲要差唔多啩，嗰下攞命，跟住依度跌翻落嚟，我哋继续原路上去，应该会有个宝箱喎，原来唔好理呢句，唔好理隔篱嗰只。啊！路过也唔关我事噶，系唔关我事，拜拜。哦，呢、這个应该攞埋另一条钥匙啦，系嘛？唔系、哦，唔系、哦，点行啊？唔识行，救命啊！唉，依度照上，唉，又 miss 咗条路。哦，上面应该打中 boss 啦，我估可能真系拎两条钥匙就打大 boss 咁样都唔定。佢出面有好多嗰啲骨嘅悬浮物噶，呢只系乜水啊？应该都系大恶院啲手下嚟嘅。哇，对住先，你都唔知道，哇 ，laser 炮。哇，两只影分身。等等先，佢剁佢先。好、哦。OK。好，震停佢。哇！我震一下扣扣几多啊？哇！哇！佢呢度好攞命喎、啊。依只嘢都，佢红光嗰下真系唔系人咁品喎、啊。睇住睇住。看住佢放嗰招 laser， 呢一招可唔可以绕翻噶？绕翻，好，一定唔先，绕翻，喂，哇，佢系 hold 死你噶，呢一招系，喂，过嚟先啦，好，借我包你，好，停啦。
啊！好攞命，好攞命，好攞命！救命啊！救命啊！哎呀，回旋一击，打晒啲幻象走，绕翻，喂，绕翻落去得嘅，都系拉佢嚟打，阴阳失算，阴阳大战。哎，送走 ，OK， 再见，你已经死了。狂暴鬼嘅巢窟啊，呢只嘢叫做组合约时牛形啊，定系读个空字，我唔系好知啊呢啲。佢好多呢啲机关，唔知有咩用、啊。好，都系要不断地用阴阳术斜。而呢一度开始咧，纯武术系搞唔掂。首先，我而家有两条约时。睇下先啊，我而家系咪应该用两条约匙去开一对大门呢？哦，我知啦，嗰啲位系亚牛形，即系两，我明啦，头先嗰啲搅拌机嗰啲系搅翻嗰个 lift 落嚟嘅，依一啲即系搅翻个 lift 落嚟嘅。唉，佢做得令到我好迷惑啊！分析唔到發生咩事，應該係打 boss 啊！如果冇睇錯嘅話，咦？如果打 boss， 我咪應該？誒，唔係喎，仲要行多個圈喎、啊。OK， 佢其實嗰啲木靈位做得好古怪，即係個神社位咧，我上面已經有個神社，搭 lift 落嚟又另一個神社咁樣咧，哇！好靚喎呢度，啊，終於都有翻啲靚嘢睇啊！哇，蛇女。好嘞，依个咩嚟？先救埋只木灵先啦。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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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好救住，呢度救咗先，救咗先救。已将此任务嘅全数木灵引导至神社啦。咁如无意外，我谂应该依度系打 boss 啦，直接嚟啦。哇，顶，仲要带天狗先，激死啊！哇，你一出三只怪。喂，我发现呢个地方咧黐 Q 线嘅，佢 boss 房门前整咁鬼多怪咧，所以我决定用翻我嘅看家本领，就系、是、呢个剃刀联盟打。喂，你吞嚟未咧，阿哥？哇，嗱，解麻针咯，好叻咩？过嚟啊，过嚟啊，过嚟啊，系。OK。啦，喺度求你行去，因为始终以中真天咧比较难打，所以我都唔让菜啦，因为我一路用机关棍咧，我唔系好熟碌棍嘅啫，所以真系必要时真系要攞翻碌劲嘢出嚟打，嚟开波，系嚟，哦，唔喐啊你，唔喐啊你，唔喐啊你。唔喐啊你，唔喐啊你，再嘈多嘢，唔喐啊你，唔喐啊你，停啦，好，勾爆你，好，再嚟啦，回旋一击，再嚟多下，好，走得，走，哇，砸位，食一，喂，唔好放飞刀啦，停喺度，唔喐，上喐，唔俾喐。俾喐啊都话，黐鬼先，冇啊，好咧，爆，系，哇，走，哇，屌佢系咁一时啊放远攻。屌，都唔知点打黐鬼先。好，哇，都打得劲辛苦啦，咩呢只嘢咁鬼难打噶？哇，终于啊，好感动。黐线，我玩呢一关死咗起码有五六次啊，难打到傻呢关。系我 level 太低定乜鬼嘢咧？嗱，照計可以直接入去開門噶啦，唔好嚟啦，打 boss 啊，真係黐 Q 線。
睇下装咩葫芦卖咩药？咦，咁快打大鳄丸唔系啊？认真咩？系咪直接爆机啊？而家系咁。楚叶始之人，それほどの覚悟か。人と忘れるなど虚しき夢を。ならば。哦呵，吸佢个金像米哦，同金像米合体哦，做超大恶丸超进化，型哦。魔梦鬼啊，超进化咗喎！哇，三碌嘢掟翻落嚟，哇！佢应该唔好食属性伤，哇，唔系好敢埋身，哇，黐鬼线！碌，哇，好大碌嘢，好大碌嘢！哇！咩招嚟？黐鬼线！再嚟一次，魔梦鬼。好。哇！主要鬼嚟，哇！好鬼恶啊，佢真系。哇！你拉远距离都死啊，真系。好。有冇人？哇！佢好醒啊，佢即刻识得褪后啊！碌 ，OK。哇！哇，好恶啊，大佬，点打啊？一腰反 ，OK。好，碌，哇，完全冇得碌走啊，根本。停一停！哇，救命啊！碌碌 ，OK， 嚟啦！佢即刻褪后啦，会佢走位好靓，好，好。腰反 ，OK。喂，停一停，停一停。腰翻 ，OK， 好，插你一嘢，好，停止，再嚟停止，好，定一定啊，爆啊加九，哇，好。哇咩嚟噶？哇哇，嚟多下，再见，再见，楚叶始之人。哇，呢只嘢都几难打，啲嗰啲 time management 系要跟得好足，因为佢嗰个攻击嗰个回复间隔咧，好短啊。同埋佢好識避招嘅呢隻嘢，雖然大隻。金像米啊，佢嗰隻靈獸啊。族の力が宿りし刃のみ。その刃が輝く限り。我ら兄弟の思念は残り続ける。其实呢个根本就系一个打自己屋企人嘅故事。即打自己阿妈个阿哥，即打自己舅父，
と忘る夢をうつつとなした者よ、我らと同じ輝きを宿すその瞳に真実を見せることが叶うとは無情の喜び。依只应该是整个人王二的最后一只大 boss 了，我想。其实即是说由以前到而家都是由我哋去斩杀大恶院的。感谢哦，跟住就分身，分身分咗果心居士出嚟，根本系封印唔切大恶院，所以就去到后世，系咪咧？鬼を殺した若者はその刀を残し。其实他这个时间线是做得挺正的，即我阿妈生了我，跟住在之后杀了果心居士大恶院，然后时光倒流回了过来再杀多次大恶院，跟住然后时光倒流又不知道去了哪样的，要整一整理个时间线，但是他是做得 挺好的，衔接得不错的。啊！播低依首歌都知道是正式完结啦。今次是真真正正斩杀了呢个大恶院，在呢个无尽的痛苦中解放了呢个不死之人。人王二落命屠魔传二主线连 DLC 线正式结束啦！多谢大家一路以嚟的支持，我哋在未来的时间再见啦！临走记得俾翻个礼，多谢咁多位。拜拜。